各位同乡请就座，一分钟后就要开始上课。各位同乡请就座，一分钟后就要开始上课。各位同心，我今麦开始上课，请各位同心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午安，大家好。这边呢，因为各位拄啊拄到一个真正重要的代志，伫九月初五要发生，所以我这几天啊，非常的无闲。大兄呢，已经发一张单给你，你甲看卖啊，迄张单有摕到无？啊，无摕到举手。啊，你若头前无摕到。恁头仔走一队，走去摸灰。来看看后边哈，较发好因啦。无啦，大家拢有一张啦，有无？迄个拢啊摕出来看。欸，拜托我印120张呢。欸，恁摕一张就好，唔免加摕。啊，遐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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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加加加。唔免加摕啦，一张就好，摕一张就好。嘿，好加有来，好来，较紧来哦，来。您先来看，即摆发给您的顶冠写啥？咱顶冠写啊真清楚哦。台湾民政府，华盛顿 DC， 华盛顿是啥物所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世纪饭店，世纪饭店是啥物所在？就是美国伊个国家伫白宫举行酒会。以外的地点，伫民间内要举迄个酒会啊，要举行的款啊，都拢放伫世纪饭店。这是一个6000级的饭店，无真大间，但是历史真久。包括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每年的10月7日嘛，伫遮伫办。佮其他的国家要办酒会，拢是经伫遮。所以你若毋是国家，毋是政府官方，要甲组织的所在来办酒会啊？一般来讲是无可能，啊，才有一个酒会甲记者会。台湾民政府伫这个所在要举办酒会甲记者会，各位，这毋是小可代志呢。2010年，台湾民政府9月7日伫这个所在举办第一摆酒会，美国5个单位，包括国务院、国防部、CIA。国家安全会议和司法部拢派员来参加，即摆，那么实况转播，咱顶管写啊真清楚哦，现场实况转播，日子是啥物所在？会看清楚你时间，唔通乌白骂呢？美国时间
2013年9月7日下午啊，做6点到20点。美国的时间，这个9月7日时间定义是台湾的时间，9月7日上午6点到8点，定义啥？刚才是就扫棒比赛。啊，别去看台湾民政府官网，来台湾民政府的官网，那个啊做那个官网，给各位看一下。台湾民政府官网，各位，咱即马所有的人，咱拢有甲你注册。你若是学员，拢会甲你注册。你的你伫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你有看哦？伫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呢，9月7日联合报要登，9月7日要登立自由时报，恁拢会当即马先看。来，我甲讲下去哩，伫什么所在会转播？伊的荧幕伫这个所在。哦，这来过来过去哩。过去，哎，伤紧啦，不要太快。好，这里、个、这个所在，台湾民政委频道，在这个频道来的。9月6日上午6点到8点，当然会重播啦，因为你若要来看的时阵啊，我估计你无法度上网啦，啊呐，足侪人诶，上无10万人以上会看，迄个现场的转播，这个现场的转播。咱就头一摆要予咱台湾所有的人知影，什么话叫做台湾民政府？美国的官方、美国正港的官方、国务院、国防部、CIA、国家安全会议、司法部，拢派员参加是什么款的状况？啊，你有欢喜无？我甲你讲，这不是小看欢喜尔啦。中华民国，美国敢有咧接触？无呢。伊个什么代表、什么外国代表去，又无人伫插伊呢？民进党去到有嘛无呢？所有的台湾独派，所有的即马为咱这个台湾民进党，即马大家拢有台湾民进党即马真有名呢。即马反日本拢知影咱台湾民进党呢。今年8月15日，咱去日本的靖国神社，恁有上网去看无？哦，你看来，迄个查某真有名呢。迄个查某是啥物名？叫做？樱井良子 ，Sakura Yoshiko， 这人比日本的众议员更加有名。这人啊出现的时候哦，边啊拢围几千个粉丝啦。伊是一个主播，佫是一个专栏作家，佫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生了袂歹呢，你看。哎、欸，你看看对呢，唔能看唔对呢。弟无啊，迄是阮太太啦。较少咧，迄个伫阮太太边啊，迄个啦，你有看无？诶，真正袂歹呢。啊，我寄予你看，你都慢慢看唔对就麻烦。即个啦，这年纪真大，比我大，但是足水的。啊，所以伫日本非常嘛。你若讲，你若甲日本人讲吼，讲伊的名吼，大家拢知影。唔是干那那样呢？迄天伫靖国神社有175000人，这是破纪录的呢。想来这尼啊济人，3年前，咱台湾民政府派150个去靖国神社，过去日本皇宫来压旗啊。去年咱派220个人去靖国神社，过去咧皇宫压旗啊，甲皇帝祝寿。今年12月20日到24日，咱要阁派150个人要去日本，要甲皇帝祝寿。你会感觉我真奇怪，因咱即马国民党甲恁改68年的这个册啊，甲你讲哦，尽量要将日本甲咱台湾甲拆开，其实拆会开无？拆袂开。恁今日来伫遮哩上课，恁读个啥物物件？讲较白嘞，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叫做占领袂使移转主权，什么人不管什么人占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的主权袂当共人摕去。啊，这块主权是什么人的？那日本是灵魂哦，是日本天皇的。哦，袂歹呢吼。啊，你上听三讲内底上课啊，表示咱这讲师、咱这教授含各位讲的，你拢听落去。但是台湾的地位敢无遐简单啊？我跟你讲哦，你唔是上三讲，你拢捌台湾的代志啊。第一点，你谈的是
占领袂当移转处分。第二点要讲啥？讲流氓政府袂使就地合法。你敢若这两点，你敢比照中华民国，你就足清楚啊。各位，今年八月十五，咱一个什么五十个人团去靖国神社，所有的人日本人看到咱。最后那段我是很爱給你，你們有看過嗎？有上課給你們看嗎？來，那個上課那段，來這段，來，放給大家看看。離開的時候，日本人夾道歡迎，歡送。那當場啊，咱五十个團員攏流目屎呢，日本人嘛流目屎呢。啊，這團員說吼，去參加這個吼，非常有價值啦，不虛此行啊。那導遊，伊講伊做一世人的導遊，毋捌遮爾啊正惡過，遮爾是日本人，伊甲你沿路甲你拍手，甲你歡迎，甲你歡送。当场175,000人嘞，你看偌济人了，大家甲你拍手，日本人拢甲你拍手，拢知影你台湾民政府啊。八月十五，今日才八月二五，我十公斤尔。你有看无？遮尔啊侪日本人啊，大家拢知影咱。计登刚报纸，全日本的报纸拢写台湾民政府。即马全日本拢知影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未算你话，175,000人。尤其是今日头前诶，迄掌声不断。啊，你有看吼？真正做人都爱穿那叫骄傲啦。即摆日本人啊，开始搁知影一个代志哦。我估计日本即摆安倍晋三就做首相，伊本来要来参加。含咱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落尾无来，是因为美国讲叫伊卖来。伊讲你即卖重点爱藏伫啥修行，因为日本去予美国的麦卡瑟献来个盖以后啊，日本天皇称呼日本的国民，即卖叫做啥？日本天皇的国库民国民。各位，日本天皇伫1945年4月初1，伫台湾实施明治宪法以后。按照万国公法，台湾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臣民。你想看嘛？臣民较大还是国民较大？什么人较大？用药的嘛，知？大臣的臣，当然嘛，臣民较大，啊，国民较小啊。啊，所以咱即马变日本人啊呐。啊，所以日本人看到咱啊呐，啊，惊你呢？我这不是你免笑，我是讲真的，是法理上哦。咱即马讲的是讲法理哦。所以日本人知哦，伊即马知影，所以伊讲要开始修宪，要互遐国民啊，要搁再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要互日本天皇啊，实际上有权来统治日本。这就咱爱啊，咱读几部？台湾这块土地，来，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目睭开开，卖看互相；目睭开开，较甘愿的卖乌白，乌白看，听好啊，听好啊。卖乌白看啦，卖乌白看啦！你看，大家讲目睭起，讲咱乌白看，目睭安溜嘞溜嘞。照你的意思哈，你读三工啊？听好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丢一只手。好，唔丢一只手。好，放嘞。国门，阿伯，目睭阿伯起，阿伯起，阿伯金，阿伯金。
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对未？举手。啊，还佫即摆有举手的呢吼，啊唔对，举手。哎、啊，你唔对啊，举手对啊，举手。后来目睭金起来，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啦，唔对啦。你著知影讲国宾饭店唔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住伫台湾就是台湾，就是你的。迄像那选举的一种的政治上的口号啦。你有主权无？敢那秘书，你住伫国宾饭店，啊，你袂当讲国宾饭店是你的，是安那？人甲你问讲，啊，你国宾饭店的所有权是倒？叫你提出来，你敢提出来？提袂出来嘛？同款啊，你台湾，你有台湾的所主迄、那个所有权无？无嘛？啊，那讲台湾是你的，台湾是啥物人的？啊，嘛有理由呢？我讲日本天皇的，还有理由呢？是啥物理由？甲并嘛，并调用嘛。啥物人有权利将台湾这块土地交予别人？大清帝国的皇帝嘛，一建书嘛，建书以后呐，我讲安尼，日本讲，啊，你建书免赔吗？安尼，我等于讲我台湾赔你。啊，台湾唔是伊的，台湾是伊的拓殖地，甲伊的殖民地。清朝的殖民地，殖民地会当割让，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所以皇帝，大清的皇帝将台湾这块土地交予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以后，敢那秘书真像日本现主是有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然后日本天皇将伊的主权来交予。日本的首相，首相有管辖权、管理权、啊、所以日本政府有管辖权。台湾同款，日本天皇摕到这块土地，但是是殖民地，殖民地啊，所以伊上袂当派首相，伊爱派啥总督，这是万国公约的规定。所以伊派什么人来做总督？所以华山之计做第一任总督。然后呢，伊就想办法要将。台湾这块土地要想办法，日本天皇要把这块土地变作伊的主权地，啊，所以大清直接实施皇民化。1937年，皇民化实施，敢那未输亲像北海道，当时是爱奴族，一个嘛是高山族的，唔是高山，一个原住民的爱奴族住伫北海道。日本天皇伫迄个所在实施皇民化，然后佮实施宪法，好。北海道变作日本天皇伊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同款，伊先实施皇民化，1937年，然后实施内地延伸，内地啊，就是日本的内地啊，延伸来台湾。1945年4月7日，明治宪法宣布伫台湾实施，和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参加战争啊，甲参加政治。安尼照万国公法的规定，台湾这块土地为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旧金山和平条，台湾无法度割让，伊的神圣不可分割就袂当割啊。什么割，什么人拢违法，这是国际上拢有的啊。所以，请这些常识、这些法律，我拢写伫对《新台湾论》。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啊，甲咱各位算甲你拜托啦。你敢若上三工要变飞上天啊，要当破除无多啦。新台湾论一定爱读，一定爱看。啊，无后摆，你若受过高级班以后，是台湾民政府的高级班员。啊，你高级班员人坐咧，甲美国你讲哦，啊，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哪有主权独立？无主权是变哪独立？马英九就知影台湾无主权的。迄当阵打你嘛，马英九说：“你出卖台湾主权。”一拜年，电视顶管，我印象最深的马英九讲哦：“台湾哪里有主权？台湾哪有主权？台湾只不过是因为日本天皇战败，现主席暂时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呢，所以台湾真真正正的地位，个敢那亲像2010年9月7日，咱去参加酒会，美国官方上。”这两张图给咱，恁的图片，那是原图。这两张图给咱，各位，伊未讲话哦，美国拢未不爱讲话哦，你都爱去解读。哦，
台湾的主权属于迄两只牛啊的，唔是啦，哎，讲到牛啊，牛啊的主权什么人的？上诶，什么人？英国女王的啦，英国女王老早就宣布讲吼，遐天鹅拢是伊的啦，全世界天鹅拢伊的。我，你若说你天鹅，你若甲掠甲抬吼，我讲你有罪呢。这两只是英国送哦，英国的女王送哦，迄个日本天皇的呢，你袂当甲抬呢，你袂当家己饲天鹅呢，有饲天鹅的野兽，绝对无啊。全世界袂使饲啊，女王的天鹅啦，啊，这两只是天鹅，啊，做英国女王送给日本天皇的啦，啊，所以那两只吼，一辈子幸福快乐，唔是啦，你讲台湾这块土地主权属迄个住伫迄个皇宫内底迄个人啦，日本天皇啦，因为咱知影以后啊，比如甲咱去参详。咱就讲害啦！啊，台湾人68年，互国民党骗到五啊，推啊！建国就讲台湾要主权、要独立，啊，要建国。领导是别人的，领导住的隔壁，住别庄，住啊真水。伊讲迄间厝袂歹呢，啊袂歹，干么样？甲变做你的，除了你甲买，你敢话落去甲占？无可能嘛！同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你即马甲占来讲，我住足久啊，所以这块土地变作国家，敢袂使？袂使哩嘛！这足普通的法律，我哪会知影？我去研究战争法，战争法写啊真详。我不止干那研究，我搁2006年八，这个做10月24日，我去过美国。各位，九月初六。在时的上午，在时的6点到8点，我希望恁去看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看现场实况转播。你的百几个人，你会去看到一挂普通时你看袂到的人，你会当看到美国官方一挂大猎头，你拢伫遐看到。即摆我先卖甲你讲啥物啦，我已经拢知影。恁会惊到啦？是安怎？因呾无去参加中华民国的？国庆，啊，走来台湾民政府的酒会来参加，啊，咱搁开记者会，伊即马袂用人来问安尼，啊，你酒会你要宣布啥？咱要酒会要宣布啥？我即马话歪讲，都一定爱甲9月初6，5点30分，伫网上我们才会公布。咱的主席要宣布啥？咱即摆有31人要去，31位要去。啊，那你即马报名拢袂赴啊来？这31人去了后，伊咪可以去咱的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参观，刷入去也去国会，也去国务院，也去白宫，主要的所在拢会去参观。讲较坦白的。台湾人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所谓国家级的酒会，是安怎？国民党不爱甲你台湾人教啦。你看嘛，台湾人有对一个是外交官，你现在讲一个名，我听好没？无半个啦。我哪会知？因为咱要派代表去的时候，才发现讲嗨啦，无一个台湾人捌礼节啦。你唔能讲。参加这聚会，唔免礼节呢？迄不是清清菜菜，是咱去装卡，讲请人去。哦，来啊来啊，干哦干哦，无来一套的呢。所有查某啊，咱爱穿礼服，咱这边要去参加查某的嘛是规定，拢爱穿礼服。查甫拢爱穿西装，好简单，那西装就是咱的制服啦，咱有制服啊。但是你去，你会当看到讲哦，真真正正。遐美国人的所谓的 high class， 诶，上流社会内底，即个精英啊，你拢看会到。你也看伊清查，看伊谈吐。咱台湾人就是要学这种，有学这物件啦。唔是咱所想的啦，咱慢慢看咱家己未起。
台湾有台湾的文化咯，台湾实在讲吼，咱真可惜啦。啊，来啦，干啦，干啦，干啦，袂当来一套。这款的酒会是国际性的酒会，台湾人唔捌参加，我敢讲绝对唔捌参加。当然啦，咱2010年有一摆，这边第二摆要去参加，咱这摆要参加，咱的主席会伫现场会宣布一个文件。同我即马袂使讲，所以伫咱即期是63期，伫17期的啊做高级班啦，啊18期啊17期，17期嘛吼，17期的高级班的9月13、14、15，迄当阵我才甲咱各位解说，其实咱当然吼，来这授婚哦，坦白讲啊，时间点啊足要紧的，较早。大家拢去上课，拢会惊呢。我们来咱掠去无？啊，你即马已经足稳啊，稳如泰山啊。即马伫等啊，等要做官啊，真多啊。无唔对，我甲你拜托，你都爱做官，你做官之后，我都解救台湾人啦，对不对啊？对。所以你袂当贪污哦。我甲讲一摆哦，贪污绝对甲你清算咯。台湾人唔通一日要做官，就要贪污。有国民党一套，国民党一套欺骗、碰风、乌白讲，台湾人即摆已经学到够成啦。过去台湾人无这套呢，日本时代够安尼，无呢？你也想看咩？朱妈咪去年朱妈咪3.11的时阵啊，日本安尼死遐济人，大家无物件好食，但是去7-Eleven啊排队，排到有够长。摆到这入去，摆到这入去，开车无人超车啦。各位，咱台湾伫1945年8月15到9月的时阵，迄当阵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台湾有差不多60几天的时间，无警察，无军队，但是台湾迄个时阵啊，犯罪率零，无人犯罪，全世界嘛惊着呢。哦，台湾已经混得个真好。过去，他拄啊，咱个副主席讲啊，要困的时阵，唔免门免关，窗啊门免关。即嘛，唔是干呐关窗啊门俩，着搁做铁窗呢。即嘛是啥物款的社会？即嘛媒体是啥物乌白母、乌白母、乌白讲呢？台湾人变作无羞耻心，啥物叫道德无去啊？台湾民政府。现在就是要告美国以后拿到政权以后我们要恢复我们台湾人本来的价值观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不能看我们不去，台湾人绝对绝对不说像他们那些中国人在我们台湾同样，中国人过去68年把我们骗到是很骄傲的，你说所谓的农民，他们说他对台湾有功，保护台湾人跟那些农民吗？不对呢，从来没有保护过我们呢。保护台湾是什么？是美军呢，第七舰队呢，当时替我们保护过。823打仗是你保护他们的金门妈祖，那是他们家的土地呢。中国说我将来不要把你打台湾，人讲迄无唔对啊！金门妈祖是中华民国个啊，啊中华民国是个叛乱团体啊，伊甲拍拄啊好尔，啊啥物人去死？台湾人去死啊！咱台湾人敢是中国人？我甲你讲，足简单个咧，靖国神社就好。靖国神社咧，台湾人有几个？39,100个。像咱台湾人死死囥个日本个靖国神社，啊中华民国个。中立词内底有台湾人几个？无超过100个。啊，台湾人死遐济，啊无超过100个。这边上个简单嘞，迄个姓洪的啊，洪仲秋啊，啊死去敢有囥伫中立词？无呢，你死多好尔。可见台湾人是日本人，唔是中国人，足清楚诶。但台湾人拢唔知啊。台湾人真正拢唔知啦，
大家讲奇怪呢，这是本来整个新疆藏39,100，因为1945年4月7以后，台湾人变作日本人，迄阵台湾人做兵是变作日本军呢。这是国际法的规定啊，所以是安怎台湾人一直划讲要独立，划归波美国跟你讲台独代表战争，你袂当独立是安怎？你爱去问恁头家啊！恁这间厝，恁这个土地头家是日本天皇，你也袂去问伊。咱日本天皇，咱拄袂着，咱拄袂着呢。啊，拄袂着，昨我昨两年前，美国甲我讲，拄袂着，这简单你袂晓。12月23就是伊生日，你去遐改邮寄啊嘛。咱嘛是迄当阵吼，无条讲，诶，不来试看卖啊。去的时阵，日本皇宫，敢那一支旗仔当入去内底，叫做日本的马路旗，迄个红的圆圆哇，日本的国旗当入去。无想到讲台湾民进会旗仔会当入去日本皇宫呢，你要相信无？因为伫12月18，咱就已经派人将要去日本，甲日本天皇接收。一个文件先送去给伊，咱透过啥？第七任的总统的第三代明照送去给伊，伊甲日本天皇是同学，所以咱去的时阵，经过警察的第一关，无爱还咱摕旗仔入面；第二关的时阵，宫内厅啊，宫内厅啊，敲电话甲警察讲，警察讲，甲咱讲。丁管公，你让夹旗仔入去，所以咱夹旗仔入去。头一年，咱的旗仔伫出年的时阵，咱伫迄个皇宫的头前，迄个旗仔出年的时阵啊，日本的记者嘛，唔知影日本的记者惊到要害嘞。头一年报纸是安那呢？你也看，来你看迄个2011年，诶，迄个伫皇宫的头前，迄个旗仔，你也看。你有看哦，咱的民政会记啊，你有看无？遐日本记啊，老要死的，伊惊着啊！那迄记毋捌看，嘿，咱的记啊，甲咱擦红红啦，拢擦到红色的啦。你听有无？所有的咱的民政会记啊，拢甲擦红色的，安尼规个看起来敢若日本记嘞？迄是头一年。第二个入去，搁较侪记啊入去，220个。这是第啊，这是头哦，这是第二年220个。国家设计，这个伊就无甲你划掉啊！伊即马就知影讲，哦，当时咱皇宫内底皇帝同意咱入去啊。皇帝这无，伊即马已经知影讲，啥物叫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就是要甲日本天皇讲，啊，即马你无伫管阮啊，啊无你嘛，互阮自治，互阮家己来管家己。迄当阵联合国就是讲，因为土地袂当割掉嘛，所以即马联合国是要互咱台湾甲日本变作一个邦联。Commonwealth， 敢那亲像英国安尼 ，Australia 是英国的英国血，同款，加拿大是英国血，所以台湾有一天，一定是照我跟你讲的这条路你行，未独立，但是变作邦联，但是邦联的意思跟国家是完全一样，啊，佫有一点真好处，因为即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我要拜托美国你继续甲我占领。来，我先卖讲好处啦吼！啊，你要让美国继续占领下手？很奇怪，恁拢要用占领，恁也占无志气安尼？啊，卖让美国占领下手？你是有志气啦！啊，若有志气的人哦，啊，拜囡仔拢去做兵。啊，过来，阿妹，唔是干那囡仔做兵尔，爱买武器啊！所以，爱钱嘛爱去搞去买武器。嗯，啊，当然，你要保卫国家，爱买武器。爱做兵，爱搁交税金。上巧的是甚物人？波多黎各1899年到即马为止，伊就歹独立，嘛歹变做美国的一州。是安那？啊，你国家见面就好势好势啊！我若无钱，你就好啊。啊，武器，你也搁巧为兵啊！所以美国即马足切波多黎各呢。伊讲啊，拜托的，啊无你独立啦。啊！无你变做美国五十一州，那变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啊，伊就要交税金。
你看波罗的海多巧，百几年，所以有的人你讲哦，啊，台湾变成美国的一州，我敢讲绝对无可能，无迄个法律啦，哪要变成美国的一州啊？就是啥？就是啥？就是无可能，因为日本天皇有这个土地，你要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啊？伊美国的宪法都无规定，无可能啦。安尼变啊？所以，我甲美国讲。来来来来，你唔通你唔通虾米边啊？你军事政府，你占领我23条，请你照23条来实施。你继续甲占领，所以后摆咱台湾免做兵。啊，咱啊啊免做兵，阁唔是安尼尔呢？古巴伊将关塔那摩湾租予美国，迄当阵古巴关塔那摩伊嘛美国占领嘛，啊，迄当阵因为无经过古巴。会同意啊！伊直接甲先甲签名，啊，强迫迄个人来签字嘛。啊，咱即摆真巧呢，咱读法律嘞。我所有基地拢做美军，中华民国用咱个基地无付咱钱呢，有付你钱无？中华民国台湾无同款啊！啊，伊那免付钱，唔是阿爸，迄贼啊同款。你即摆甲签名，我同意，但是。我后摆，我基地做予你。你知夏威夷是美国的土地对不对？美国一个州对不对？啊，夏威夷收入第一名是什么名？观光对不对？逐工拢足侪人嘛，有啊？唔对啦。观光剩伊夏威夷收入30%，伊的50%是啥物物件？军事基地做予美军啊。国家给你做基地爱钱呢？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饭，就你讲这啦。啊！即马有人去讲哦，美国台湾政府歹势呢？台湾怎样变成美国一州啊？哦，无可能，迄种无法理观念，无头壳，没有头脑啦。敢若看我就知，我就是爱笑。啊，即种诶无读法理诶人，用感情对话，但嘛要来美国，哪有可能？无可能嘛！美国台湾政府敢美国加州政府同款，美国德州政府同款。所以啊，咱直接咧学读法律啊，因为过去68年来，台湾人的读甲未清楚，这足害啊！你唔通讲你直接安尼读读，你就清楚啊？我甲你讲，你唔相信？你等于吼，厝边八月讲咧，遐讲咧，遮讲咧，后礼拜你又阁无人阁变去啊？我无甲你骗啦，你相信我讲的啦，但是我会怎甲各位讲？上班一年，上班两年，近一年，台湾民政府绝对接到政款。9月初5记者会，你去敢看啥人来参加？我先卖甲你讲啊，上少有50个记者，70个美国啊，观战的人，加上咱31个，安尼150个。你当时要看到美国啊，百几个人，伫个规间拢美国啊。无啦，中华民国嘛无啦，中华民国只有60-70个人，其中只一两个美国尔尔啦。我唔是讲美国人较大哈，你唔通误解哈。我的意思讲哦，啊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我同意。所以我美国讲 ，OK， 你的利益为先，占领占嘛，一占领嘛。啊，无伊讲，我当时拍台湾的时候，我损失足侪人个呢。啊，你免甲赔吗？甲琉球献给日本的时阵啊。美国甲要求来滴3亿2000万呐，啊哪讲爱赔啊？我攻下琉球的时阵，1945年4月1日啊，一死几啊万人的美军呐、啊，爱赔人啊，这样的人就当安尼要求啦。啊，即马赶快啊，就我甲美国讲啊，你拍台湾的时阵，你老死什么人？你跳过呢？你叫中华民国来占领，啊，中华民国占领了，我甲你发动2.28呢？啊，死足侪人诶！2.28毋是死败800个尔呢。经过15年，1962年，新议会诶，迄个新议员，当时诶警务处处长回答沈议员，伊讲啥？迄个时阵有户口无迄个人诶，有126,000人啊。好啦，126,000，准互你算扣掉30,000人啊。哦，总共新增30,000个嘛。啊嘛，要过7-8万，
啊，无是七八万呐、啊，足侪拢是规个家族去灭掉伊呢。所以灭到咱囝到今日为止，台湾人拢讲哦，伊那人有耳无嘴，政治唔参插。啊，你即马你免烦恼这啦，啊，我插这个代志插遮久啊，为2004年开始写文章，啊，遮侪年我无代志啊，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定来你讲。到今日为止，美国议员甲中华民国讲，这个团体台湾民政府是按照国际法去做，你袂当用宪法以上的处分。所以你拢安呐，对不对？啊，你免怀疑哦。嗯，啊，奇怪呢，我感觉你拢无啥感情呢，听听就煞去了。哈，啊，你实际上都真紧张啊。要来上课，在边仔未跟你讲，诈骗集团、欸。我问你，讲到诈骗集团受气，有捐款给台湾民政府，请你举手。啊，无捐款哦，民政府请你举手。啊，无人捐款，那你诈骗，你要诈骗什么物件呢？好，这个人哦、喔，这个人真正是拢无良心的，啥咧胡白讲的人啊！啊！你即摆讲起，我从来人你甲骂我，从来不回嘴，因为我讲遐人拢唔捌我。我生活吼足简单诶啦，我从来唔捌去外口啊，何里何所诶？我也无食薰，也无啉酒，也无跋脚，当拢无啊。啊太太，规工嘛和我斗阵，我咧演讲啊，太太坐做伊去，恁定定嘛看到伊。所以各位，生活遮简单诶，认真一些文准说诶人。台湾一定会成功啦，对不对？因为真可惜，就讲这摆吼，我照道理我有两节课啦，啊，但是吼，恁啊好运啊歹运啦，歹运就是讲哦，我这段时间哦，拢是大部分的精神拢集中伫九月初五这个酒会，啊，加迄个八月十五迄全国新生参拜，所以变作我上课无正常。所以今天你这点嘛，你也给我原谅。但是呢，我是拜托恁家的新台湾论一定爱有啦。无管你安怎讲，你伫一定迄本一定爱读顶趟。所有的问题，老师你讲的问题，你伫顶面拢找着。啊，即摆呢，为着咱台湾民政府，美军今年来这边几摆，咱长，咱的副主席代表我送予咱国徽，一面的美国国旗有无？美国又交代一个代志啊，什么代志？未当用德国啦，有跟恁讲无？啊，旗杆呐！啊，美国讲的，因为恁台湾人哦，拢听你讲德国倒菜刀，啊，你菜刀交我美国国旗倒在那边，他不干了。啊，我赶快我甲各位讲，你若买咱的旗杆一支的，上一支面台湾民政委旗啊，干那几万尔，后摆来你就一面迄个台湾民政委旗300块。刚才恁用恁来受训的机会，会当买一支，袂当买两支，刚才一支尔。一支，安尼提一支有老鹰头的吼。哎，你唔能看迄老鹰头呢？美国内政部伫游行的时阵，拢是迄老鹰头呢。迄老鹰头，恁来注意，鸡也袂碰见，老鹰头会碰见。迄只老鹰是歪的，会飞去。足侪人拢碰见迄老鹰头，你若要老鹰头无去的阵啊，一支迄老鹰头爱100块。那是咱第二届学员哦，足头脑足好诶，马上就去甲迄个模去甲做，做到有够像，一模一样，哎，无没有违法啦，会上。所以伫这个所在，我甲各位讲吼，咱的高级班是9月13、14、15，那照即马现准是70-80个人哦，可能爱先报名，因为安那呢，因为这几万都未当够收啦。因为咱以前哦，有连续两届哦，一支迄高级班几个300个，啊300个时阵哦，那才分到两班，要求哦，迄下昼美国电话来啊 ，no 无准算，我你也无讲啊，我后摆只卖300，所以即马哦，未当超过150个啊，啊，所以恁即马恁即马，我估计恁即期甲后期迄个做普通班哦，初级班哦，加加我看会超过150。所以你要参加迄个班的爱心报，啊，迄个参加国际班有啥物好处？毕业时阵有一张结业证书，
迄张结业证书我甲你保证，就是后摆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任用证书，后摆公务人员爱高考，唯独咱的高级班那边高考，恁叫做什么名？革命先行者，不是叫你做革命先烈，革命先烈翘起来，革命先行者，敢那国民党的老啊，还是国民党的大佬，共产党的大佬，还大佬那嘛讲，这个天下是老子打的。后摆教育你也让对方讲，这个天下是老子打的，对不对？所以记得，咱后摆有一个较好的名称啊，叫做“革命先行者”，唱两摆好不好？好啦，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你也会记得啦。啊，我后摆人甲你出呢，你们这些老贼，你们这些老贼，你们为什么当一辈子的公务人员？对不起，我是革命先行者。你当然做一世人，所以愈少年来受训呢，愈有利。因为即马要无够你甲你考试，后摆公务员爱考试呢，我甲你讲。但是呢，虽然讲免考试，你爱有一本《新台湾论》啦。啊，你《新台湾论》哦，我后摆甲你抽啥，摕来我看。哦，我读几下摆，我看哎，这边呢读几下摆。哈，袂当讲白话啦，我先甲你讲，迄、那个。今日吼，因为这期吼，我无法度吼，因为你无用迄个啊做，你无用迄个九月初五在，因为九月初四因要出发，吼九月要出发，啊所以呢后礼拜是无上课，啊个后礼拜迄边是普通班，啊个过就是高级班，啊所以高级班的时候，我相信吼，恁就会当听到足好足好的消息，同时恁啊先看咧网络，恁会先知啊，安尼好唔好？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请起立。起立。请阿姨啊，请阿姨啊，收个伊啊吼，伊啊提起来顶悬，啊落去楼骹翕相，唔通无翕相，相我甲你讲吼，翕相两分钟就过去啊。伊啊提起来顶悬。